说他要守航了，这一周我都是一直在关切这个动态，并且去关注他什么时候进行售票，然后从他售票的一刻就开始购买。我也乘坐飞机比较多，感觉中间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宽敞的，而且呢，整个间距也很舒服。9号开始，这个919飞机将投入到上海虹桥到成都天府的航线上，实施常态化的上运行。后续随着该机型的陆续引进，我们将会把919这个机型投放到更多的航线上。飞行去年我们已经飞了100多小时吧，航班起落也飞了几十个架次了，整体上感觉飞机还是非常棒的。